雪花，我爱冰冰秀。真老的啦！我今来介绍咱今天好朋友，哇，两位阿姊啊，高位，哇塞！我嘴讲阿姊啊，这龙妹妹啦，啊，向蛙妹妹您好，冰冰姐姐好，就不管是姐姐还是妹妹，就差不多是这多呀啦。为什么会保持这样的身材哦？如此曼妙，是美魔女呢！谢谢谢谢谢谢！哇，因为我每天都在运动，因为我一直在骑飞轮，一个礼拜上了五堂课。飞轮呢？什么叫做飞轮呢？飞轮有氧，骑脚踏车，脚踏车的感觉。是哦，哎呀，哇，好棒哦！我感觉就变多。那还有一位姐姐，还有一位姐姐，熊海玲，熊姐姐在家。对，这个头饰，我看到这个就吹吹起来。崔台青，我是崔姬，你是雄姬，不好意思，欢迎你。那我就是象姬，不行，那你这样我就变白姬。没有，你要多一个字，白斩鸡。喂，哎呀，你看这小鸡，陈梦贤，陈梦贤，冰冰妹妹好，哇，你好，这是唱歌的老师钟姬啊，杨慧杰，大家好，是哈，老师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成员了啊，哎呀，不熟悉，你哪来的？介绍一下，那谁？偷渡过来的，偷渡，大陆吗？冰姐好，哎，我是介绍一下，尤娜的弟弟，哦，弟弟，来自屏东，堂弟，堂弟，堂弟，你安尼家己的兄弟不要被照顾，哎，我怪我叫你戆妹啊，冰姐，你们其实在两年前有见过面，我跟他见过面，对，在屏东的三地门地摩尔古星舞集，对，地摩尔有个舞团叫地摩尔，对，我知道，我去看了，因为我是很。支持也非常的爱护我们的本土文化，那真的我就看到他的表演非常的好，我就说哦，今天北派你会唱歌吗？他说会，然后他一下就唱了。果然没败，哎，欢迎你来，哎，阿邓啊，冰冰姐好，今天造型有点不一样，转过去来，后面，哎呦，冲着给嘎嘎头啊，公鸡头，公鸡头，谢谢冰冰姐，那个对我们这个阿邓啊的歌很好哦，加油啦，谢谢，哎，雅露。雅露真的让我越来越欣赏，谢谢。这么美好的人，怎么会到现在还一个人没有男朋友啊？哎，再不介绍思伟，那思伟请坐这里面。疗愈唱将哦，他的歌哦非常的疗愈哦，有情商的人听听都会明白。欢迎你啊，好，再来看看啊，哎呦，问这个本土一哥哈，蔡嘉玲，啊，嘉玲的声音我喜欢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需要说话的，我都请他代劳。真的很棒哦！谢谢丽小花，是哦，丽小花师妹，小花是嘉玲的师妹，师妹是亲近的。冰冰姐，我今天有准备我的新专辑，新作品，这张专辑要特别感谢嘉玲，特别跟才会有这张专辑。他介绍你，是因为嘉玲哥的介绍，所以我才。前去签了这个，好，欢迎欢迎，谢谢，冰冰姐，安诗琳，诗琳姐，哎，先好，诗琳姐，哎，我跟你讲，安诗琳哦，很奇怪，一般的女生全身黑哦，不好看，尤其我那老人家哦，看人规身骨都哦，哎呦，整个哦黑寡妇，但她穿起来就是黑贵妇，哦，有质感，哎，有品味，哎，真的是帅哦，美魔女哦，帅哦，哎呦，冰冰姐，你给她穿修遮啊，你给她穿修遮啊。黑玫瑰是王墨玉哦，王墨玉啦，而且我没有看过你，你头发放下来，我今天认不出来是真的不一样啊，要不然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你这样，我刚刚一直这是谁呀？是我啊，还有我们明亮，明亮好，这个歌曲创作的好啊，好的好的，欢迎啊，好，马上来的今天的主题呢，很特别，就叫怀念。高凌风之夜，大家好，待会儿我们再有一段落就会唱他的歌。对啊，尤其今天是熊海玲来，就是也代表了高凌风之夜的一部分。当年秀场就是前安的，当年秀场前安的，不气的，当年是最爱开个家，好啊，啊最爱开个家，哎呦，啊你今仔只算免买票，你无开啊，开个济啊，这都无买票，所以今晚拢爱前安的。因为这些当时在秀场的时候，高凌风高大哥他。所有的秀场里面都有特别来宾，所以像他们都属于特别来宾之一，就是高女郎呐。现在这个谁，周杰伦叫 J 女郎，J 女郎，高女郎，
当时的杨凡也有凡女。凡女啦，哦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有好多，好多，我都看过很多。你不承认，我就跟你老婆说。我来唱追逼货。